家好，手撕包菜有人焯水有人过油，到底怎么炒最好吃？今天教你正确做法。这个梗子不需要，盐、杀菌、增绿、抓匀，切成小块，拉油，盐，鸡粉，糖，紫蓝粉，酱油，香醋，辣椒油，美味的手撕包菜做好了，酸辣开胃，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